长按点赞，三连超爽。真正的甜品级显卡，影驰1660系列显卡甜蜜上市。下班休息看直播，放学回家学操作，破个精彩怎么破？我来帮你放重播。主播周慧玩，每周五更新。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么么哒的视频。粉丝们，么么哒，么么哒。粉丝们，么么哒。아니씨발이새끼탈거야么么哒，么么哒，么么哒。哦。360万。太恶心。빨존망정글긴존나정글잘하면씨발이기고정글못하면씨발치고也不是哟。我吓死了！我在直播，你在干嘛？我们现在在车上，我在他车上，应该10分钟左右吧。你不是说走回去吗？怎么又骗我了？我走了15000步，走不动了，可以吗？走不动就还说还说走回去。哎呀，我要跟他说路了，你好烦啊！我手机快没电了。哦。什么的打电话问呀？这什么态度啊，兄弟们？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我真的是烦。快点接，快点接。你这什么态度？你的老婆不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公啊，在工作。你的老公在工作，这什么态度啊？快点接我的电话，快点接。喂。哎，你那个回去就哎老哎爱你，回去注意安全啊。那个手机真的没电了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路上注意安全啊，爱你，爱你。怎么没人理我？怎么没人理我呢，兄弟们？五楼上吗？不好意思，不，你不给理个中路？哦，9.5骇客男枪打野，兄弟，你用的是 SN 的骇客天赋吗？是不是啊？男枪，他是我的好兄弟，你可能不信，但是真的，我不骗你，我骗你。就是 GDX， 他用的是德玛西亚杯斯马老街的三楼轮子吗？你用的是斯马老街轮子吗？天赋，他也是我的好兄弟，真的，我不是吹牛逼的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好吗？闭嘴吧。我在看你的直播编剧，兄弟，他们骂人骂的太过分了。你们觉得呢？我这个人是用嘴巴打游戏的，那我闭嘴，那我怎么打游戏呢，兄弟？没有不能回去。能顶住吗？完全顶得住。老鼠能把老鼠处理了吗？一波赢了，好像完全行啊，好一波了，这就是主播明智的选择吧。啊，那和老子比谁拆得快是吧？这狗东西，快快给老子比，快没什么，其实又没什么，没什么。跑不了，我6成输。其实我想站在一个无法吃到我的角度，但是我站在了一个两个塔都可以打到我的角度，所以两个塔都打到我了。不追啊，我们不追。你看他这个走位有点不戳，
哎，这个时候再出黄牌，看到没有，细节很重要啊。这个细节是什么呢？故意的往这边走，实际上呢是在拖他。哎，给我大也没有用，我黄牌可以把你定住，给个 Q， 我还要 Q 他，看到没有？为什么要 Q 他？因为我胆子大，我有闪现，我还要风筝他，我还有闪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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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闪现。哟，这个炸胡嘛炸的是从东炸到西啊，这个。劫来了，劫来了，走走，劫来了，劫来了。大开杀戒，没有人可以逃离他们的眼。挺秀嘛，啊，小伙子，年轻人，蛤蟆确实狠，我操了。哎 ，nice， 你看对不对？瑞文接的好，助攻到手。哎，嘿嘿，我不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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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不气？不飞，反向勾，嘿嘿，灯笼死不了，死不了，嘿嘿，想杀我开国际玩笑呢？谁能吃我一死？过来！蛤蟆确实狠，我操了！哎呦，我真的好烦啊！我为什么要双手离开键盘？你信我，你要吃肉，你直接跟我来。碾碎他。哎，这人咋回事？哎，给你打一下。这怎么杀？这怎么杀呀？你看他皮肉啊！这个巷子太垮了，真的，你看这个人像个他妈巨婴。哇，好烦，僵硬。老子没蓝了，老子没蓝了，手里只有个点燃，没蓝了，没蓝了，我没蓝了，哎呀，都给你点了，没蓝了，没蓝了，啊，都给你点了，没蓝了，有毛病啊！我怕他们死，我这种女菩萨的心，我。看到他们在这回头，我就忍不住回头帮他们。我想哪怕一点蓝去帮到他们也好，哪怕就只有一个异技能的蓝，我可以帮到他们晕一下。你知道，真的不忍心看到队友在那里死，我做不到。我内心那个小天使告诉我，我不忍心，不忍心卖他们。我当然知道打英雄联盟不能有妇人之仁，该卖的时候就该卖。你在干嘛？投你个臭开，傻屌！再点一下投降，你的马不用我多说了。梦里成舟，正义必胜。你手势准备，小公主德玛西亚。那我走了。嗯。
看鬼畜吗？你们确定吗？你们准备好了吗？鬼畜是我很想忘掉的一个耻辱点，你真的确定要点开它吗？豁出去了，来来，坐过来，可以，坐过来，不然我一个人真的不好意思。感谢微笑高学成，曾经的英雄联盟 ABC 之王，恐怖维恩，天使 EZ， 深渊巨口，每一个都玩的溜的不行，代表了 S2S3 一批青春老玩家里面最强的 AD carry， 那个男人令韩国、欧洲、美国无数人为之站立的那个男人，微笑高学成，他只送了三个超火。啊，就看，超出了，超出了这个，啊，我有点看不下去，这个样子太垮了，真的，你看这个人像个他妈巨婴，哇，太垮了，兄弟，真的有点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啊，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我是全英雄联盟最潮的操作，太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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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